探索美好未来，超越极限挑战，打造更健康幸福的生活。Solution of Optical and Network。Sortech 集团。Sortech 集团是为机场、高速公路、工厂、公寓、智慧城市等各领域供应光纤网络设备的光纤通信解决方案企业。网络强国大韩民国，其成长之路与 Sortech 集团并肩同行。1996年 ，Sortech 从光调制解调器的研发开始涉足网络市场，在韩国首次成功研发出光纤转换器、光纤集线器、工业用开关，一路引领着大韩民国的网络设备市场。2014年，推出了引领监控器市场的 PoE 开关。并于2020年推出了 SDN 解决方案。随着 FTTH 维护保养解决方案 SORMAT 的诞生，我们致力于将客户的经济成本、时间成本以及心理成本等各方面支出缩减到最低。Sortech 集团通过与世界知名企业的携手合作，不断茁壮成长。我们提供的不仅仅是产品，更是以客户为中心、独具匠心的解决方案。Sortech 集团打破原有模式，突破极限，提升企业价值，开创可持续发展的未来。网络解决方案最具代表性模式的工业以太网解决方案，以 Sortech 领先的技术实力，在智慧城市、智慧工厂、道路工程等各个领域得到广泛运用。适用于监控系统的 PoE 以太网解决方案，可用于国家机关、保安公司的监控网络等需要电力与网络的所有场所。在空旷的场所仍可以保持网络畅通的以太网光传送解决方案，适用于企业办公区、体育馆、数据中心等需要网络的所有场所。与 Software 等合作伙伴共同运营的 SDN 解决方案，聚集大韩民国各地区校园网络，集中运营中小学校校园网络的更新事业。如今的 Sortech 集团不局限于网络解决方案技术，而是以实现客户价值需求为本，不断创新，提供可降低维护保养成本、办永久性改善品质的现场熔接式光纤连接器解决方案。利用无需套筒加热过程即可保护熔接点的附着式套筒方式，可迅速简易的组装连接器，同时便于携带，进一步提高了现场的使用便利性。拥有大规模工厂的 Sortech， 以长久以来的经验和领先的技术，生产各类网络及光纤技术产品。同时，在光纤通信领域，凭借坚持不懈的热情和努力，
成立了通信研究所和光纤技术研究所。 Soltech 集团通过各种新解决方案和新产品的研发，不断满足客户需求，引领着未来网络产业。从网络设备的核心芯片组、光纤连接器、箱体、熔接器，到 FTTH 光纤技术、各类网络解决方案，以及为客户提高便利性的光纤器材商城手机客户端， Soltech 集团将提供全方位光纤解决方案，秉持着正直、诚信、挑战的核心价值观，立于网络产业中心的 Soltech，为人类创造更美好的生活而不断探索思考，我们将不懈探索，以创新打造人类未来。Soltech 集团。